你住手！接了大内的消息，说皇上一行人就在渤海。哎呦，就这样完了？杀！该杀！哎，皇权出事，今夜五行两个鬼门关就可能不能闯出去。走啊，跟我冲出去！快冲啊！快点！就真是当今的皇上到了这儿，那也是龙游浅底，五落平阳。 杀！不能死啊，万岁爷！康熙传奇，未来娱乐台精彩呈现。